大家今日嚟嘅环保出国主办嘅代代相传、生生不息嘅废物典礼。大家好，我系今日嘅 MC Queenie。Hello， 我叫阿川。原来胶袋都系可以回收再做，同埋回收再做完之后咧，系可以攞嚟做第啲产品，咁例如话系胶袋啊、垃圾袋啊，或者系其他嘅产品嘅。其实环保同所有嘢都系息息相关噶。环保同 cross 都可以 cross over， 真系犀利，咁真系要睇下。不如我试下整啲环保袋出嚟啊！好啊，好啊。你讲得出，我就变得到。希望啲小朋友係可以統計下自己嘅日常嘅膠袋用量啦，希望可以令到大家有一啲嘅 tips 可以減少到使用膠袋嘅。咩袋都好啦，咁只要我哋善用嘅話，或者係唔好濫用，咁同埋最緊要適當咁運用，咁我哋就可以做到一個環保嘅效果咯，係咪？